完了完了完了 ，BBQ 了，BBQ 了，怎么会这样呢？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欧系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耶、yeah! ！我们又买新车了，2022年的 HRV， 我们这个叫做 Prestige 版，还有一个 S Plus 进化版。Prestige 是比较贵的，新车价87.9万 ，S Plus 的进化版比较便宜，是84.9万。然后另外呢，我们也这个加选了其他的套件，据说全台唯一的玫瑰金套件，水箱护罩也换掉了，所以已经不是那个喇叭盖了。我觉得像喇叭盖，有人说百叶窗，然后有人说这个像除湿机、扩大机。好都有，好不好？大概就这样啊。所以看实车，我是对 ，you know， 我就把它换成了这个玫瑰金的黑金式样板。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看的啦。我也有上网投票，92%觉得玫瑰金套件是好看的，这样我就放心了。好，我一直对这个 CHR 黄色这件事耿耿于怀，好不好？所以这次我统计了，这个是明星，得民心得天下，对不对？汝不惧，何以惧人心？第一个，我觉得因为我已经回来测试好几天了，它的轮毂跟轮圈的比例，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就轮胎有点太小了。我觉得那个看起来视觉上的比例不太好。它这一次原厂呢，这个等级配的是215/50/17的一个轮胎，是17寸的铝圈，胎皮的尺寸是215/60/17。那我觉得，因为它这个当然它是小型 SUV 嘛，轮毂有点空间是正常，只是我觉得侧面的视觉上面看起来就线条什么都很漂亮，就是这个轮子有点稍嫌太小，视觉上感觉没有那么理想哦。这个可以给下一个车主一个升级的空间啊，是要这样讲。啊，现在买新车大家等 BBQ 呢哦，好不好？没那么多 BBQ 好烤，弄到最后我会不会没饭吃啊？然后再来一个啊，原本现场看起来我以为它的尺码比前一代大，结果没有。上一代的车长是4346，然后这一代缩短了变成4330，车宽是一样的。好，车高呢，上一代也比较高1605，然后这一代呢就是1590mm， 好，单位是 mm。车重的部分这一代是1274，上一代是1285，差了十几公斤。轴距是一样的，所以事实上它的车身尺码是比上一代还要来的小一点点，但视觉上我觉得有放大的效果。我们这个等级比较高的，它的头灯有一个镀铬框 ，S Plus 进化版。没有镀铬框，好，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好，然后这里有一个方向灯的灯条。好，再来，他听说这个 Honda Sensing 的这个镜头是换过、升级过的，视野是更宽的。这个你们去看其他新车车评的影片，应该都有在讲解。它除了更广以外，它好像连这个行人、脚踏车、机车好像都可以感应到。好，它整个侧面的线条，我觉得做的还蛮漂亮的哦。好，它就搭配了一个像酷贝一样的造型，这样切下来，这个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嘛。而且啊，主要是它防刮材质的面积，我觉得。不会太过突兀太多，有的做得很恶心，有没有？那防刮材多到很恶心，视觉比例上也会比较没那么好看、啊、因为防刮材质真的占比太大，看起来真的会有一点廉价感，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吗？我觉得会有点塑胶感、啊、塑胶感，现在不是都喜欢塑胶的吗？你现在女生看到，我看阿呆喜欢的都有点塑胶塑胶的，但我不喜欢他这次的铝圈六辐式的枪色烤漆。然后我记得 S Plus 进化版是黑色烤漆，双色吧，它是黑的配银的。哦，黑的配银的，好，好不好？那这个我不喜欢的，我觉得不好看，配起来感觉没有那个杀气的感觉啊，还是一样维持了这个侧开的门把。那后照镜有这个方向灯，那盲点是选配的。我上次有讲，我很喜欢这个尾灯，晚上亮起来很漂亮，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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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好不好？现在好像你要卖 SUV， 没有贯穿式尾灯好像无法上市那种感觉，卖不动。好，一定要做贯穿式的。好，然后一样哦，后面因为我们的选配的关系，这边有一条比较深的深棕色的烤漆的饰条，这个是我们的选配还有的。好，它一样有配备的，有三条线的 moment。OK， 锁起来了，自动收折。好，你手插进来以后，它已经开门了。好，感应式的。好了，门打开，黑麻麻的哈，不过还不错哦。
不错的地方是这个有做这个亮银色的烤漆，这边有一条线，好装饰钢琴烤漆黑色。这个之前我们在很多片子里面有讲，其实像这一种国民车，所谓的国民车就是这个，它将来是路上可能能见度会很高的车，一般平价的车子嘛。我们要的东西，我们也不会期望说你给我什么 Alcantara 什么呀，对吧？啊，你不要奇怪做一些三角形、菱形、梯形，好那种不规则形，我们不用，你就给我都黑的就好了。好，那是这个。欸、硬的呢，他真的也没有在跟你客气，他是硬的。好，我觉得这中规中矩的一个设计啦。哎、欸，门把不错啦，说实在的，他门把就算做个黑的，我觉得也不违和、欸，也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感觉啦。所以至少说，我觉得他还愿意帮你做一个银色的烤漆。好，他全部都是硬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哎呦，这有塑胶皮，好扶手的地方。这一块是塑胶皮，然后喇叭的框也没在跟你客气的，也没有什么在修饰。它这不是烤漆耶，它这是用稍微比较亮的塑胶材质，也没有烤漆哦。这喇叭盖也是真的蛮一般。这边有个杯架，全部都硬塑胶。然后呢，我很在意这种门关起来有没有，它有没有做隔音条。然后这个塑胶，我讲过，我之前别台车我有凹过，这台车我们总是要凹一下。稳多了，整个门都在动了吧？好、哦，蛮稳固的。然后你看它的 B 柱一样有做这个隔音条，好、哦，你就回来不用再去找那个隔音厂商买胶条了。好，它是 Push Start 的系统哦，按键红色的，那一样，它这边有这个方向盘换挡块，不是塑胶的，三幅式的方向盘。可是我觉得方向盘有一个很地方很单调，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一般这边应该要有一个金属吧，不管是这里还是这里，对，它就是没有塑胶，它就是只给你塑胶。然后这边上面做出了一个置物空间，下面呢也做了一个置物空间，加上手机的无线充电盘也在这个地方，置物空间做的还不错。这边有两个 USB 的插槽，左边画的是数据的连接，右边画的是充电的标志。那中央萤幕呢，还是用这种看起来很突兀的这种便当盒。听说在国外日本的版本是漂浮式的，好、哦，比较像这个双 B 的那时候那种造型。你看它这个看起来很就是真的很确实是材质是有落差的。你看，对，这看起来就不是整体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箱子不是说它难看突兀，它会突兀的点是它的材质跟它的材质差太多。好、哦，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它的材质跟它一样的话，可能突兀感也许没那么重。那这次有比较特别的哦，这个功能就是它这样子是从这边出风，但是你如果转到扩散，它会从这个吸字型出风。好，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别不会让你吹得不舒服，这么突兀啦。我真的觉得哦，他花时间精神在做这个东西。好了，给他鼓励一下。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做这个啊？不会，蛮特别的、啊。我跟你讲哦，这个设计其实对我来说，这个想法这也不是新的了，你知道吗？以前的 K8 在这边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网状的一个出风口，中控有个拨杆，你只要把这个拨杆往上拨，你的中间的空调系统会被导引到上面这一个网状的出风口，一个是可以顺便除这一边的雾气或是降低玻璃的温度，一个是吹起来是扩散型的，比较不会有那种直接吹到身上的感觉。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汉达的车就已经有设计类似这样扩散型的出风口这个东西了。然后这边的按钮，左边的就是这个调整资讯栏跟音响的控制哦，还有接听电话的按钮。右边就是它的跟车的系统的控制跟这个方向盘自中等等的功能就在这边。好，那主机哦，一样，这个是多功能主机，有蓝牙，然后可以用这个传输线做连接，双区恒温系统。好啊，这个很多人讲，你如果转热的话呢，它的圈圈会变红灯；你如果把温度降低的话呢，它的圈圈会变成蓝灯。好，双恒温空调系统，中控台有钢琴烤漆跟一个银色的饰条。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浮姿、比较平庸一点的，就是这个排档头了。你看，很细，套子很小。可是我觉得这排档头材质如果可以加个点缀，你看哦，这个跟这个你有没有感觉是不是要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这边是什么材质，这边什么材质，这边什么颜色，这边什么颜色不一样，哎，我就偏不要跟这个一样，这个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今天你如果组一个钢弹模型，组完之后你要涂颜色，然后你看到里面有一个部件是长这样，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这边跟这边颜色我应该要上不一样的颜色有没有？这是一瞄吗？也不算吧，看到哪里说到哪里了，好不好、好不好，有一说一嘛。好，我先，这是我开车的位置，那我来看一下它的后座。我那时候去看车其实就试过了。好，这是我178公分开车距离，真的很大，超大，我觉得这台车真的超大。好，那中间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凸起，大概5公分左右，然后后面有后座出风口全部都塑胶，好，没有在演。好了，后座蛮大，可是头部空间因为它后面是像 Coupe 的造型有切下去的感觉，所以其实它头部的高度空间现在不到一个拳头。你看这边有拉链，我们不喜欢看到这个，好，会有一种臭小的感觉。好了，皮椅的皮革是软的，然后旁边有滚边，有它这个滚边，然后中间有大孔，好、哦、透气。不过它的那个座椅支撑性还不错哦，它的软硬是适中的。然后我觉得很奇怪，不把这个都用黑的啊？很多车厂上，你像 BMW 也是，什么 M 版才有黑天棚，
为什么不全部做黑的就好？压迫感会比较重啊。哦，黑色压迫感会比较重。嗯，那为什么你要花钱选 M 版的？因为比较压迫感，对吗？比较好看吧，好不好？支持全面都改黑电泵。后面的两个门把旁边都有做挂钩，这边也是 LED 灯哈，已经不像厕所灯。是说现在厕所连厕所灯都 LED 的呢？拜托好不好？你们不要再做新车，不要再做出来黄色的卤素灯了，好不好？拜托，真的 LED 跟卤素灯泡没差多少钱，可是用电量、寿命、发热程度真的有差，好不好？支持全面改 LED 灯，好啊。中央扶手是怎样？看一下，哇，看，落惨，都不能撑住。不行啊，斜的呢，客难释放饮料啊，不然就是这样，因为他可能是利益往良善啊，只能想说你可以垫个东西这样就冰了。为什么要这样啊？好，他没有任何的阻尼啊，而且听这声音好不好，就靠皮跟皮的摩擦来产生阻尼感啊，大家就这样。饮料是斜着放，后座它还是维持我最喜欢的，就是板凳式座椅。再演示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一样哦，直接把这个座椅翻起来，折起来，好，就卡住了。板凳式座椅有没有？真的很棒。你看，如果有养狗狗也很方便，狗狗放在这边跑掉了。然后主要是你搬一些电视啊、盆栽啊等等，我觉得很好用。我真的觉得它这个设计真的很棒，也因为它设计很棒，所以它才延续下来吧。好，看后车厢，超平，你到靠背有没有？很可怕，真的很平哎，真的很平，它平到很夸张。哎呦，这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哦，好舒服哦。不过不够长，你看。没有，你把那个副驾往前调应该就可以了。屁啦，副驾往前，中间这是空的，你骗我。反过来躺。啊，可以啦，这样可以，要反过来。这也是 LED 对，这现在很便宜的，应该要做了吧？好，这边有个挂钩。我躺个介绍。好，然后当初我加选这块6000多的站板，我以为是在这里可以放面纸什么一些东西的，结果没想到它是一块网纱而已。早知道我就不选。它后车厢的空间其实应该是比前一代小的，好，整体是差不多。那后车厢单就后车厢的话，空间应该稍微缩小一点点。还有一个功能很棒，就这个叫做售后不理按钮。你搬东西，你按完，你东西搬走，你人就走了，它就自动关起来，然后自己锁。我玛莎拉蒂有这个按钮，超棒，很好用。我就不用再从口袋拿钥匙出来按，就不用搬完东西我就按，我就走了。这个按钮在实物上我觉得是很好用，我称它叫售后不理按钮。我完事了嘛，走了你自己处理啊，但类似这种感觉。可是你会不会不喜欢像这样，它的引擎盖的缝隙可以看得到橡胶条？我其实不太喜欢。我还好，但是它这边凸出来就不行了。对不对？我是觉得它可以隐藏在里面是最好的。好，引擎很小颗，你看好小一颗，哇，水箱好薄哦，连瘦的。好，不过你看到它的空间做超大了，你看它引擎离水箱很远，以前的车引擎就在水箱前面，会影响散热，其实现在都离得很宽了。然后发电机在这个地方，引擎脚也蛮大只的，那它直接锁在大梁上。好，这个震动抑制的还蛮不错的。我们把这狗啊拔干呢，你看就把你。Honda 这次的新车在很多的这个转角处交接处啊，涂上了很大量的防锈油，有没有？一滩白白的，在那个焊点交接处左右这边，他很注重这个生锈这件事情，好不好？这跟 Fit 一样的引擎，变速箱不一样。好，出发测试一下喽。风霸感应是高压清洗机，售后不理是渣男，负责到底是暖男。风霸买了不怕贵算盘。新的 HRV 好不好？那时候去看车的时候，第一个惊艳的真的空间真的蛮大的，但是也蛮安静的啦。那现在是这一代的隔音有特别强调，我记得 Fit 好像还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就是主要就是他说挡火墙嘛，挡火墙的隔音跟这个轮弧内侧的隔音，还有车门的共振的抑制，他们都有下苦心啊。可是我现在开到时速60有没有？我觉得，我怎么觉得 Fit 比较安静啊？爬坡欸，对不对？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最想知道小师对于这个 HRV 是不是原本143匹的 1.8 引擎变成了121匹14.8公斤米的这个扭力，很想知道小师开的这个新一代的 HRV 起来呢会有什么感觉。好，我现在就在这边公布。这么快破题告诉你们，如果我讲非常轻快，你相信吗？首先我必须先这个把隔音讲完好了，好不好？我现在我们到了环东上面哦，时速大概是在80几公里哦，到90公里。那我觉得它的车底部的噪音抑制啊，我不知道是我错觉啦，我自己的感觉，好不好？我觉得 Fit 更安静，但是其实它虽然已经算不错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离地高度的问题啊。
因为它离地高度高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又创造了一些产生那个共鸣的声音的一个可能性，比 Fit 大。我是跟它自家 Fit 比。那再来我们要讲到这个马力的部分嘛，开起来的加速感的部分啊，我认为刚刚一个上坡上，我认为加速感是有的。好，那你要跟我说它没有引擎非常这个努力运转的声音，我觉得我相信刚收音大家都收到了，对不对？我不能只是笑嘛。可是我真的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个年纪的人啊，我觉得特别对于汉达这个品牌啊，其实是有一点点的私心的。我坦白话讲是这样，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我们因为上一代的人太喜欢一些这个所谓的很省油的车子啊，或者是他们喜欢的一些某一些品牌，那在我们那个年纪啊，以至于啊，我的周遭的一些只要稍微对车有兴趣的朋友啊，会对某一些大人喜欢的品牌会有一点抵触感。所以那时候再加上 Honda 是一个性能车的代名词，包含它的引擎，包含它的底盘，所以在我们这个年代才会有 K6 K8 出现在各大比赛场，然后造成一股很大的风潮。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这个品牌其实是有私心的。我认真讲哦，我其实在今天试车之前，我已经开这车开了很多天了，那我也试着去揣摩过它在加速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稍微油门做一个重踩，好，它发出的这个声音啊，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该说它是牛叫声吗？那其实我在前我忘记拍哪一集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了。现在因为现在的引擎越做越小了，环保法规越来越严苛了，所以我认为基本上每一台车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声音。那我一直在揣摩为什么我对于这个声音比较没有那个抵触的感觉，就是是不讨厌的。为什么？也许你们要说我偏心，可是我后来有很认真的跟周遭的一些朋友去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后来我有讲过不同品种的牛，后来我发现一些声音，它的引擎声音啊，比较像是我们小时候记忆中印象中的汉达的引擎的运转高亢的声音。那为什么我会对于某一些车款会觉得那个声音听起来是抵触的？我觉得观众朋友你们有机会可以去听听看。我觉得一个是比较有一点闷住的那种声音，它有一个低频闷住的那种声音，所以我才会第一个直觉联想到牛叫的声音。它像是一个引擎的声音被闷住了，或不知道是它的这个排气形式的进气跟排气的气管设计的问题，会有一个轰的那种共鸣声，闷闷的声音。我觉得它的 HRV 跟 Fit 我试到也一样，我觉得它那个声音称为不同品种的牛是，我觉得它比较有那个引擎高亢的运转的声音，我觉得听起来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比较有真实感。好，那我觉得这是每一家车厂调教的问题。那你要说我偏心，我本田魂你敢嘴？也卖得不错呢，听说啦。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哦。阿兰有发现一件事情，他不管用什么引擎，应该我觉得站在酸民的角度，应该都有话可以说。我举例哦，比如说他现在用 1.5 的引擎嘛，大家是不是说退步？怎么会用 1.5 的嘞？应该用之前 1.8 的啊。有没有这种声音会出现？那如果假设他今天用 1.8 的上一颗引擎沿用，就会变什么？毫无新意，没有诚意嘛。你就改款了，你还用旧引擎，旧瓶装新酒，会变柴。有没有啊？假设他今天用好 1.5T 的引擎，屌了吧？然后一台卖90几万，都通关了。有没有？都猜得到了吧？脉络有脉络可循了吧？就跟最近周杰伦出专辑一样啊，有没有？周杰伦之前做改变的时候说啊，还我以前的周杰伦。好了，好不容易周杰伦现在出来了，走回以前这个歌路跟曲风，有没有？然后就变成什么啊？周杰伦江郎才尽了，歌怎么做都是这样。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感觉超贴切的，对不对？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应该只要是想要往那个反方向讲，应该都是可以说的。周杰伦的旧曲风，我也是有涉略的感觉，好像我会写得出来。我用那个周杰伦唱《吉吉修好耍》，你知道怎么唱？难得让最近压掉吉吉修好耍，吉吉修好耍，你甲我最近压掉吉吉修好耍，吉吉修好耍，吉吉修好耍。是不是差不多这样？有没有？就是在念完再进一个这个副歌嘛？那副歌可能可以用歌剧的方式嘛？大概就这样。然后以前的半岛铁盒啦，上面有诶无诶的，差不多黏黏的，还佫唱一句。他现在这个专辑是不是出了也是这样啊？阿呆，我拿个耳机有没有？你不要看歌词，阿丁他唱什么，你把它写下来。你如果猜对90%以上的字的话，我请你喝星巴克，要不要？你觉得你喝得到吗？不是，60好不好？60，我操！你那么有信心可以听到60哦？好，我为什么讲那边？好啦，讲那个引擎啦。可是我比较在意的是一件事，我最怕什么事情？你知道，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不要割韭菜，不要割韭菜，我很怕
割韭菜，你知道吗？不过前一集哈、哦，我们卖我们车那个客长哦有讲，所以就先姑且先相信他。没有，我觉得改变是一定要的，只是说我觉得你如果太短了，我真的觉得很不能接受。就跟你女朋友一跟你分手，忙就跟人家那个结婚了，你能接受吗？不行啊。对吧？你一段时间我 OK 嘛，不要那么明显嘛，可以吧？尊重我一下吧。好的，类似那种感觉，好不好？那当然，油电要卖更贵，我觉得也合情合理吧。可是我在猜啦 ，1.5T 有没有？是不是有可能会打到自己 CRV？ 你看，像现在 CRV 最便宜的是103万啊。你如果今天你这个放 1.5T 引擎要卖到90几，跟103，你会不会觉得落差有一点太少了？啊，那103万 CRV 它多几台，那么大一台 ，CP 值很高的感觉，有没有？好了，那他们去担心的事情啊，在我的聊天过程中，我一直在这个跟着市区还有快速道路哦，加速减速，基本上我觉得开起来真的是一台蛮轻松的车子啊。它时速72公里到180公里有一个车道维持的辅助系统，然后现在已经全速域了嘛。那我觉得它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就是它右转的萤幕会出现这个右边的盲区。这我几年就在用了哈，我的老五只几年就在用了，好不好？放上面放下连结吧，好不好？可是这真的很好用啊，但盲点是比较直觉。可是我跟你讲哦，我自己现在在开的车子也有盲点，可是我觉得盲点多了一点不确定性，就是你虽然看它亮，可是我还是会有一点心虚，我还是会想看一下，不是很相信这个东西，因为它也是透过感应器嘛。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让我的自信心会更高，真的，因为眼见为凭嘛，人就是这样，你看得到，对，你看得到，你就会觉得你会很有信心。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它只有右边而已。然后这一台车讲到盲点哦，它当初我们这台 Prestige 跟它的 S Plus 进化版都没有配盲点，盲点是我选配的哦，然后它盲点会低哦，然后这边也有这个叫做停车的自动熄火的系统哦，还有个陡坡缓降也蛮屌的。没想到这种小型的 SUV 竟然会有陡坡缓降，这个我都是在一些比较大型休旅车才看到的，它现在竟然也有。然后这边有一个省油的 Aircon 模式，这个很久之前Honda 车系就有这个按钮哦。ACC 主动跟车定速巡航 ，LSF 低速自动跟车 ，SCW 前方碰撞预警 ，CMBS 碰撞缓解刹车 ，LKAS 车道维持辅助 ，LDW 车道偏移警示 ，RDM 道路偏移抑制 ，AHB 远光灯自动切换。哦，哎、欸，有自动远灯哎。对啊，30公里以上，30公里以上就会有自动远光切换。然后还有哦，还有一个 LCDN 前车驶离提醒。我想 LCDN 前车驶离提醒这个超有用，我上次有用到。怎么用？不用用啊，你就停着嘛。好，假设在跟旁边聊天，车子前面开走会提醒你。这很屌，就是等于它代替后方的车帮你按喇叭。正常来讲，我们的 LCDN、哦、其实每台车其实都有，你知道吗？被动就是被动的，后面会按喇叭，就是这个功能。好，只是这次我们把它装在自己的车上，它代替后车催促你说赶快开走。这很好用，因为我上次有被它提醒一次，很有趣啊。不过它这一次虽然引擎跟 Fit 是同一句哈、哦，讲同一句听起来是不是有 sense 多了？好吗？一句诗也是大体也是用句嘛？不是啊，你不觉得那种专业的就是要讲一句吗？一颗吗、哦？你去看哪个车评说这一颗引擎，难怪你成不了大气。他说这一句地球梦引擎 Earth Dream， 虽然跟 Fit 是一样的，可是它的变速箱好像是调校过、换过的不同个变速箱。我觉得问题是在于这个超车跟爬山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引擎高亢的嘶吼声。如果我跟你讲很快，你信吗？我们已经有先承认说，我们这个年代真的是有汉达情节的，好不好？接下来讲什么就是比较不会被泡这么凶。啊，哦，啊、你讲奶台的时候，就这妈都怎样怎样怎样。啊，讲奶台的时候，哦，我就妈汉达的啊，哈，的引擎运转哦，的嘶吼啊的丢啊，对吧？有没有可能？未看先猜嘛。好，上山喽。来咯，哇，我现在油门稍微踩深一点。你如果一直要让它维持，我现在才60嘛，那你一直要让它维持在60这个速度爬山，你就会一直听到它很辛苦的声音。我是觉得这个车子的声音在爬坡的时候真的确实稍大，不过它引擎是隔在外面的声音呢，它真的是挡火墙有比较用心。好，然后底盘的部分啊，我觉得它比较没有想象中的舒适，就是它过弯是稳定的哦，你看哦，
超稳，我都没有减速哦，我直接过这个弯，没有什么侧倾。但是呢，取之而来的是它过坑洞的弹跳，我觉得稍微比较明显。那避震器支撑性是好的，你看，没有那种侧倾的严重的感觉。那底盘设计也不错，而且我知道，我跟你讲，它为了配重，有没有？它这次油箱比上一次小了10公升，它车轻比较轻，然后平均油耗呢？上一代我记得是14点多嘛，这一代好像变17，平均油耗变17公里，车变轻了，油箱也变小了，油耗也变好了，但马力也变小了，好不好？这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不过可惜了啦，以这台车的底盘啊，配这个引擎，我觉得小小可惜。我觉得它是可以更 sporty 的车子，这个底盘是可以支撑得起更大的马力的。你听那引擎的声音，啊，听一下，这边很轻，我没办法换挡啊。好啦，希望有录到，好不好？老实讲，我觉得是好听的。对啊，我们称这个叫好啦好啦，这个就是这个和牛啦，好不好？和牛叫声啊，等一下和牛叫声的啊，我知道了啦，这是什么？你知道吗？左耳里面那个羊有没有啊？你没看是不是？啊，你不行，啊，不行，爆雷！爆雷！没有啊，就有羊而已啊，那有什么爆雷 ？CVT 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偏小，还是会有 CVT， 像 CVT 感一定会有的。不过现在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演了嘞，我 CVT 的 CVT 啊，我为什么一定要像 AT？ 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想要演，对不对？啊，我就 CVT 就是这样啊。但这真的也是蛮大声的啦，好不好？这个就你们这个可以自己去自行判断了。啊，我是不是要讲说，不过我觉得有点跳，对不对？然后是不是就有人出来讲说，啊，你有没有看胎压啦？啊，我胎压就是以新车交出来的标准没。有机会也可以把它胎压调低一点试看看，啊，我想这个是相对性的哦。你今天你让你的轮胎变软一点了，对不对？那你的晃动就会变大了。好，虽然弹跳变小了，但是侧倾跟晃动会变大。好，因为轮胎支撑性就没那么好了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啦，哦，你如果是买这个车子，你自己的车子的胎压，我觉得你要依照你自己的驾驶习惯喜好自己去调整。只要是在符合安全的规范内，你自己都可以去抓出你要的那个感觉。你看它过减速坡，就真的整个车子的弹跳很明显。有我这边一个水沟，好，它的车身的垂直弹跳是明显的。这个是我这一阵子开发现的。基本上呢，总体来讲的话，因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价位，这样子一个等级的车子，那你除去一些不那么热门的品牌，好，以热门品牌来讲，它至少它算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它给出的造型配备，那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嘛，因为你旧车它生产了好几年，你在路上看了好几年了，你自然而然你就觉得很像到处都看得到，你就会觉得会比较没有那么新奇的感觉。那毕竟它是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车就是真的很符合一般通勤需求，不想动太多的脑筋，你只是觉得车子有足够的空间，好，然后你喜欢的样子，然后这个操作起来算是方便灵活，好停车，好，妥善率不错，那我觉得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啊，这台车如果配油电，我假设啦，好，哦，当然它如果配油电还是87万的话，那当然是一定要买了嘛。可是我认为，如果以现在来看，它配的油电要卖90几呢，我觉得叫我花90几万买，我反而意愿没那么高。除非真的它油电来价钱还是卖在8字头，或是折价有到8字头，折价以后8字头，我觉得买可以买爆没关系。好，但是如果说它油电进来，或者是 1.5T 的进来，要卖到90几100，我真的觉得买不太下去，除非它有再升级一些东西啦。哦，再加哦，给你什么空力套件啊，给你什么东西啊，它卖更高，我可以接受，还蛮合理的啊。当然大家都希望买越便宜，然后越高配备越好嘛，这是很正常的啊。到时候我们就看看这个要折价多少钱。好，我看看新车的交车期要不要拉得很长，他们交车期拉得越长，卖得越好，我越有机会不要聊那么多嘛。而且我还给他选套件呢，温掉哎，你本来87就算了，我给他选到90几，好不好？好啦，那这个反正我们这个也是为了要买回来跟大家分享整个测试的心得啦。欸，不是，现在每个人在看我们的台都期待看到一些血流成河，还是我没有要弄呢？我们再这样弄下去，我们赚不到钱，还一直树敌，对，一直树敌呢，树敌你知道不？
直敌的朋友。哦，每个观众看到我都哦，小四你下次又要 diss 哪一台车？我没有要 diss 哪一台车，我没有，我很想要遇到一台车，我们不要嫌弃它，我们这个给它满满的称赞，好不好？不知道哪一天会出现这台车啊、哦，比如说 HRV 来给我 1.5T 哦，大包全上 Type R 的椅子有没有？好、哦、，Macan 四样。好，卖78万，我就称赞他嘛，对不对？就像我讲的，酸民，我也是酸民啊。不管车厂怎么做，一定都有地方可以酸。所以观众朋友也要知道，我们这个不叫 diss， 我们也很清楚没有完美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真实的反映出来说，好、哦，这个车它的优缺点在哪里？这不叫 diss， 为什么要把我看成那种人呢？我也想当好人啊。我嘛是跟刘德华、梁朝伟同款，我想当好人。好啦，那这个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一系列的分享啊，记得多帮我们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我们以后有更多的预算跟机会，创造一下流量，那我们才有机会去买更多的新车来跟大家分享。下次见，拜拜。欸、你知道男人说话有什么特征吗？我教我们线上的4%的女性观众朋友怎么区分男人在说谎。我跟你讲，你今天看这集你就受用。男人说谎的时候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嘴巴会动，都在说谎，对，都在说谎，没有一句能听的。金爸爸，首款打开 LINE 0秒开机。